要数上季香港足球其中一个亮点，点可以唔提杰志嘅新星陈俊一呢？只系出道咗一年嘅佢，起跑线异于常人，仲不时成为报章嘅焦点。短短几个月，一仔已经尝到港超联、亚洲赛以至大港脚嘅滋味。沉淀过后，唔知佢点样睇翻自己所有嘅第一次呢？我身边咧就有一仔陈俊一啦，一仔你好。咁啊，做咗一季嘅职业足球员啦，唔知点讲，但系你咧就仲系16岁啦，不如讲下啦，过去呢一季有啲咩咁难忘，有啲咩咁深刻先？始终第一季啦，咁冇即系冇估到有咁多场嘅机会啦，咁亦都发生咗好多唔同嘅事啦，咁参与过好多唔同诶亚洲赛嘅比赛啊，香港队又系啦，咁即系当初季初目标都系抱住学习啦，咁。學習的心態，始終傑志是一個好的球隊，有好的人腳啦。咁即係喺唔同球學唔同嘅嘢，係就係咁。但係有冇即係當初諗過第一季就已經係唔好話係精英杯賽事，可能聯賽首次上陣，甚至乎即係亞洲賽、亞冠賽事、外圍賽參與過，去蒙古 U23 嘅賽事參與過，甚至乎即係港隊係 A 級一隊嘅比賽都有份參與兼上場，其實呢一切有幾夢幻？真係兩年前仲睇緊呢一班嘅隊友喺落場比賽，我仲係喺看台做緊觀眾，馬恩飛入場嘅時候，跟住而家呢一刻就好似同佢哋做隊友，即係好似一齊去爭取緊一啲嘢翻嚟俾自己咁樣，即係個感覺係真係好夢幻咯，始終。細細個踢青年軍嘅時候，可能睇飛馬嗰陣有唐文啊，又話自由嗰陣，即係睇緊佢哋比賽嗰陣，我就係做緊球童，做緊拖手仔嘅時候，跟住幾年後之後就同佢一隊咁樣，即係成個感覺係即係估唔到咯。做得到自己即係夢想成真啊！即係由細細個都諗住好想做職業足球員，到真係做到，其實要多謝啲咩人？咁多謝屋企人一齊過俾我踢波啊！咁一班朋友即係一直支持啦，由我可能喺玩讀書到而家，即係揭住踢波都不斷聯絡啊，即係都支持去踢波咁樣，同埋咁好多嘅球會啦，即係主場俾咁多機會我去落場踢啦，咁始終第一季俾一個16歲僆仔落去踢咁多場比賽都即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啊，咁即係都好多隻球會俾咁多機會我。即係講翻完成咗一季咁夢幻嘅一季，其實有冇啲咩地方係好想做到，即係有遺憾嘅地方？咁我覺得即係今季自己咁多上陣機會啦，咁踢位置即係左翼，咁即係都好想爭取一球入球啦。咁始終自己都即係有機會，但係自己把握唔到，咁即係希望自己可以喺埋門呢一方，即係呢一方面可以繼續進步，希望下季可以攞到第一個入球。我見即係網上啲網民都話，喂，不如練一練右腳，且私底下做咗點樣功夫？即係嗰場亞協即係對台灣韓聯嘅比賽之後，第二日啦，其實即刻就走咗去練右腳啦，因為始終即係嗰球係唔應該浪費啦，即係嗰球正常係應該要入波啦，咁自己就浪費咗一個機會，咁即係覺得自己都即係好泄氣啊嗰下，咁就第二個完波就即刻去繼續練只右腳，即係不斷增值自己。之前可能很多嘢都是叫做一仔第一次，嚟緊新一季很多時候不是第一次啦，即可能已經是第二次，會覺得是冇咁大壓力啦，還是其實係點樣嘅心態？我覺得調翻轉啦，即係可能第一季個成績比較意想不到啦，咁我覺得第二季係相反係即係逼到自己更加去進步咯，因為始終唔想。令到今季嘅嘢好似浪費咗咁啊！即希望可以喺呢一今季嘅成績上面不斷 build up 上去咁樣，即希望可以自己 keep 住繼續有一踢啦，即係唔會突然間耷曬落去咯。即係呢一季係一個即係好寶貴一課。開始啦！好，港式奶茶定係日式啦？日式抹茶？奶茶。銅鑼灣定係深齋橋？銅鑼灣。雞蛋仔定係豆沙包？雞蛋仔。谷形志定係鄉村真絲？谷形志。於洋定係播磨浩軒？於洋。廣東歌定係 J-pop？ 廣東歌。海洋公園定係富士急遊樂場？邊個？係海洋公園。中意食牛腩河定係中意食豬骨湯拉麵？豬骨湯拉麵。
中意 Janice Man 定係新垣結衣咧？Janice。咁识唔识新垣结衣系边个？知嘅应该。咁如果咁新垣结衣啊 ？O K， 中意港超联定系睇 J 列啊？中意睇 J 列，中意睇 J 列嘅。喂，一仔，点解啱先答案拣晒即系香港咁仔？日本好少拣喎。你其实咁香港仔嘅咩你？咁我自细已经喺香港，咁答案都好正常啫。我覺得咧，我應該我哋嘅 research 同事都搞錯少少，可能即係 Janice Man 嗰啲咧，即係唔係好清楚啦。而家其實聽開邊啲女歌手嘅歌啊？可能 Jade 啊、黃淑曼嗰啲咯。哦，即係年輕翻少少啦，即係都認識嘅。咁但係即係可以講多少少啦。其實啲球迷可能都唔係話咁清楚你嘅背景。其實屋企點樣講入混血兒法啊？你咁我媽咪係日本人啦，咁我爹就係香港人咁樣。咁其實自己平時我都知道你咧日文都識啲嘅，咁但係咧就唔係咁叻喎，咁反而都有啲驚訝喎，點解唔係話咁流利嘅咧日文？咁而家圈子即係好少入，即係用日本溝通啊，咁可能得翻屋企人或者同即係隊友中傳下咁樣溝通啊，咁即係好似慢慢唔好記得啲詞語啊咁樣。即係其實都話一仔咧都雖然係港日混血兒，但係都係好香港仔嘅，咁但係咧就。在網上面都不得不提的啦，就你有兩個 GIF 圖咧，球迷就成日都中意咧就分享出嚟嘅。咁就係因為你之前咧幫某個電視台都拍咗個劇集咧，就係同一啲身份認同嘅主題有關係嘅。咁你仲記唔記得個對白係咩？記得。其實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咧？即係真心為香港就係香港人啦。咁如果喺香港即係攞著數嘅就根本唔係人。係啦，呢句説話有啲球迷咧就非常之中意聽。其實自己點睇呢句説話？即係我覺得好認同啊！咁始終香港即係其實都當係屋企咁，即係都覺得即係每個人都應該要為香港好咯。同埋即係可能嗰個劇集係關於一個即係喺香港嘅韓國人啦。咁其實對於你自己嚟講咧，都係一個有趣嘅故事。咁你就喺香港都半個日本人咁樣。咁其實即係成長嘅過程入邊，有冇即係遇過一啲身份上認同上嘅一啲嘅困惑嘅咧？可能我好彩啦，即係我冇話遇到呢啲嘢啦。咁即係調翻轉，即係大家都好融合啊，即係冇話特別，因為我嘅身份啊或者咩就好似唔同我玩啊，即係好似劇咁，即係有杯葛啊咁樣，即係都冇話呢啲事發生喺我度咯。嚟緊即係可能話香港隊自己都有機會，即係可能多啲未來參與一隊嘅比賽。其實點睇啫？可能而家香港隊叫做唔係淨係香港華將啦，即係好多即係唔同入籍嘅兵，自己係點睇呢樣？我覺得即係人，即係其他國家嘅人，即係都願意犧牲七年喺香港去轉 passport 去代表香港嘅話，其實我覺得冇話特別分唔分入籍兵或者華將啦。咁大家都係用同一本 passport 同一個身份，即係為咗香港去比賽啦。咁即係都。冇話分得太開或者太大分別咁樣，即係好似你嗰句係對白話齋，係咪？即係真心為香港，即係就係香港人啦，係咪？係啊。愛香港，愛足球，陳俊一就好似時下嘅年青人一樣，用自己認定最正確嘅方式去爭取自己想要嘅將來。年紀輕輕就已經躋身職業足球嘅行列，一仔嘅犧牲唔淨止係平日行街食飯、玩同瞓嘅時間。啊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講下一仔嘅選擇啦。咁啊，其實講緊上一季啦，你係選擇咗叫做喺翻學嘅時間有啲轉換去適應一個職業嘅足球，可唔可以同大家講多少少你嘅選擇？咁當初即係有呢個機會去踢傑志一隊嘅時候，咁就同屋企人商量，會唔會話可以轉做全職球員，或者係半讀半踢咁樣啦。咁因為之前讀嘅中學，即係學校未必允許我即係不退走堂去練波，咁就而家就索性去轉踢全職啦。咁就變咗去夜晚去讀夜校咁樣，咁就即係繼續個學業啦。咁下年就會去考 DSE， 即係希望可以繼續讀到大學咁樣，繼續學業咁樣。其實呢個決定對於自己嚟講，即係難唔難做咧？畢竟即係同一班本身可能一齊玩開嘅同學，個距離好似遠咗。對自己嚟講唔難嘅，咁始終由細到大都好想踢波啦，咁即係一直都係為呢個目標去即係不斷練努力啊，去練習咁樣。咁調翻轉啦，屋企人方面就會擔心啲啦，咁即係驚我唔
好似唔讀書啊，即係淨係掛住踢波，好似冇後路咁樣，咁就所以就會繼續讀，即係讀夜校啊咁樣。咁朋友方面，即係而家 keep 住有聯絡啦。咁始終大家都好 friend 啊，咁一齊讀咗四年書，咁都好難忘嘅一份友誼啊。但係作為自己，即係都好後生啦，即係16歲、17歲。中間呢個社會一定好多唔同嘅誘惑，其實吸引自己可能分心啊去玩啊。其實每一刻都會覺得啊，其實作咗點樣嘅犧牲，有幾困難先做到咁樣，即係一個全職職業嘅足球員。其實都即係真係好大嘅話，始終香港即係好多嘢玩啊，唔同嘅即係好方便啊，好多嘢都咁即係不斷諗。我想踢波，即最簡單，即我想踢波，想踢好波啊！咁樣就即係好簡單，即控制自己咯。即可能每一日就練波，休息跟住翻學啊，即係不斷去諗住踢波依樣嘢係即自己第一位咁咯。至於作為一個即比較跑出嚟啦，咁啊成功啲嘅一個年輕球員，你會點樣即可能建議翻其他嘅小朋友去追隨佢哋嘅夢想？其實我覺得只要很全心一意，即係去努力，即係覺得踢波呢樣嘢係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踢波的話，就俾心機去即係增值自己咯。其實即係唔好諗太多，即係每一課練波，每一分每一秒都係專心去練波啦。就算係可能比賽遲一晚，可能不斷去諗啊，諗將即係第二日會發生啲咩，即係係不斷諗踢波呢樣嘢咯。因為始終踢波真係。放落去嘅時間越多，即係回報會更加大啦。正如一仔所講，追求理想係需要全心一意、身體力行。就算前路係幾咁艱辛，但只要堅持落去，終有一日係會等到回報嘅。加油啊，年輕人！